地方哦，很不商业，对在住宅区，男子电棒烫。哎，男子电棒烫，好、哦、适合你。哎 ，Hello。哇。哇，很特别你的店。我们这边是没有理发的理发店，这边是理发店为主题的服饰店，服饰店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们会卖一些杂七杂八的小物啦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到处看看。好好，你们到处看看。谢谢。可是要会。可是这个新加坡也是还有，其他外都是一样。你要还要剃胡子啊，对啊，就不好意思。哎，小心。哇！我还蛮喜欢金饰的。嗯。这些都是二手的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清楚，问一下老板娘。哎，这个是二手2090年代连饰品都是。哦，难怪他比较熟悉。因为都不是我的年代。哇，这个很有那种男人恋爱时邱泽穿的那种感觉。我跟你讲，很适合你这个头发，超适合，你有那个年代的 look。给配一个阿龙带来。我看不到哎，因为太暗了。OK， 其实也 OK 哦，蛮日风的，嗯，对不对？不是日风，是我疯了。你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炫耀爱情的视频。